这样他们的培训会比较特别的完善，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刘以瑞，22岁，贵州人，北京邮政大学信息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大家好，我叫刘以瑞，来自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专业，2013年应届毕业生。主要的实习经历有 IBM 的测试工程师实习，北京德国捷德电信 SIM 卡相关的产品实习，还有北京环球投资有限公司的销售实习。非常高兴来到非你莫属，今天希望找到一份产品类的工作，主要最好是互联网相关。谢谢大家。欢迎小刘。你好，你好。应届毕业生，那以前有过也刚才说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为什么没有在这些企业里获得机会呢？其实有机会的，德国捷德是可以留下来的，现在是处于试用期，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呢。还想选更好的？主要原因是就是个人非常的喜欢互联网。你说你是个深度互联网用户，玩过过百个 APP 应用。对。对产品的缺点比较敏感，来说一说吧。比如说祝福你们是有 APP 的吧，对，研究过他们的 APP 吗？说实话，前一阵儿我开始学做饭以后，下过很多关于做饭类的软件，然后也下过豆腐美食，但是就是好像第一下不是特别吸引我，现在同类的太多了。我用豆果美食，我点进去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比如我搜过可乐鸡翅，它的做法有5-6种，然后我就很迷惑，我在这五六种做法里面，我要自己判断自己选择，然后就其实就花了我不少的时间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把这种常用的菜，你就是做一个，就是它的做法很多的情况下做一些筛选，就把最好的那种做法可以放2种，最多到3种放上去，而超过3种的时候，用户的选择成本会很大。我从你刚才讲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很明显你没有真正去用过这个东西，就是从第一眼的感觉你也没有，你可能只是看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些点，可以讲直接一点，就是完全不成立。哦，昆姐现在表现就那几个字，初生牛犊不怕虎。以他目前的表现，豆果美食想去的话没戏了。比如你说你看过100多个 app 是吧？那你比如说你觉得哪一个 app 你认为它做得特别好？那最近涉及到微信那个5.0的升级，那我就通过微信举例，就是来表现我自己的一个功底和一个态度吧。首先我觉得微信5.0这一次的升级整体上来说是非常的成功的，它自己首先设立了它的游戏入口，在游戏入口上这一点，它因为腾讯以前在那个移动端上它就其实不是特别有优势，而这一个手机移动端的那个游戏入口大大的增加了它就是在移动端上入口这一块的能力，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而且拉动了客户对于就是能增加大用户的粘性嘛，而且能增加用户使用它的时间。小刘，我得打断你了，因为我觉得你对微信这个评价呢，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用户也能看到这些巨大的功能的变化，对吧？这是显而易见的。然后你刚才对豆果美食那个评价，我觉得呢，就是也像一个普通用户，不像一个做产品人员，就是说啊，我感觉不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那个怎么样，但是你没有指出确切的是什么问题，就没有专业角度的。对，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就说你对自己做产品，就像很多人就是我对产品有一种笼统的感觉，我就认为我是一个很好的产品人员，你是不是自信过高了？就说白了吧，就你的那种表达方式，我们一听就不是产品人员的表达方式，表达内容也不是产品人员方式。解剖一个产品的角度，就是一个普通用户，还跟我聊聊微信怎么好。我们让他先在12月当中灭掉一盏灯，看看他流露出来的一些求职的蛛丝马迹、一些迹象，好吗？来，小刘，给你15秒思考一下，灭掉其中的一盏灯，请准备。告诉我灭谁？不好意思，最帅的马丁老师。一个理科女，她根本对传媒行业没关系，不感兴趣。为了怕被灭，是吧？我跟杜老师探讨了一下，啊，我就刻意在前半部分灭之前，我没敢说话，怕得罪他，怕得罪人。你看看，你没说话还是被灭了。
让我们先掌声欢送马兵再次进入发言管制区。啊，进攻哦，可以尽情的自言自语，但是要等会参与讨论。哦，报告，我报告。对，对我发个言哈，小姑娘是这样的，我发个言行吗？两句话。我们传媒工作室做的是跟互联网有关的产品，其实你对互联网了解，对计算机了解，你又了解不那么透，你现在做不了一个产品经理，马丁不对，你对一个跟互联网相关的职位，你这不叫互联网，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你下来可以跟我联系。其实他们都不太适合你，所以说我也不要。所以马丁的意思是，剩下的只剩下我了。因为这姑娘说的对，其实马丁跟王凯那个不是互联网产品，属于媒体产品。比如说马丁那个，对吧？只是材质不一样而已。那产品就是他那张嘴，对吧？其实跟互联网没啥关系。不一样，不一样。那俩先不说，那俩先不说。对，先这样。余下的世界 boss， 22岁的，啊，一个理科女。啊，求职方向是互联网产品经理是吧？是。大家选择一下，给他你自己，您自己是去还是留？各位请选择，赌一把吗？拿不准主意就都亮着灯吗？谁有准主意就灭灯吗？我觉得思敏应该会灭灯，他这个一看这理科女基本上跟他没关系了。哦，小燕姐也灭了，哎呦，基本上他跟您这个行业也不太搭。祝贺小刘啊！还有九盏灯为你亮着，接下来就进入《天生我有才》。刚才你提到了微信5.0，在8月1号那一天，微信5.0和新浪同时做了一个巨大动作，一个是发布5.0，一个是新浪微博跟阿里之间的打通，实现了一个新的产品叫阿里蓝，在放出来，也就是讲它的商业化，两个同时都是在商业化，而且动作都很大。你们学生有没有讨论？你自己有没有去观察？有没有去理解它里面的优势和劣势？跟我说一说，就尽你所能的说，随便说。阿里这个事情我没太关注，然后对于微信，其实刚才我想说的，我换一个角度来说我理解的微信吧，就是如果站在产品的角度来说，首先微信它拓展了商机，对于运营就是腾讯来说，它是拓展了它的移动入口这一块的商机，它会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第二，它通过它那个界面的改版嘛，它把订阅给折叠起来了，这样它会有一个更优的用户体验，然后用户能不那么大的冗余信息和反感度，这是增加一个用户的忠诚度。再者它有一个游戏入口，它有这样一个游戏入口以后，就是能把微信打造的，就是我做什么我都能想到你的微信，这样它是想打造一个这样的平台。在我的理解，就是未来以后的微信说不定你可以交煤气费、交电费之类的，功能更全、更庞大，是吧？对，因为它有用户群，我是这么理解的。理解得很不错，就是专业知识讲也讲到位了。刚才我跟那个段东老师在交流你的时候，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重视211的这个北邮的大学生嘛，但是你身上缺一个重要的东西，社会化，就是对整个社会环境和新产品的观察、洞察和理解。接着那个杜老师刚才的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以往的产品包括微信啊、微博啊，就是你对它的了解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就说一下其他的新产品。你有过海淘的这样的经验吗？你有过买过海外产品的这样的一段经验吗？我非常的想试，但还没有用过。好，那我们说如果说海外产品现在呢想通过呢，就是咱们国内的比如说电商平台来在国内的进行销售，你认为它应该最快的方式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第一，首先如果你做线上的，你要保证你的链接打得开，因为很多线上的链接不好。第二，很多比较担心的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把它做好了，它也就能比较安心。我觉得总体的思路呢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就是说海外产品最大的就是一个诚信问题，我们的退货呀、包括我们的产品的真假呀、包括后边的一个支付啊，可能这些就是你的一个逻辑思维应该考虑到的一个就是受众群体。我觉得你这为难他了，这不是一个产品经理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个产品的落地是他的总经理和总裁思考的，而不是一个产品经理思考的。这个我们要求太高了。对，我发现我们老板对他的对这个求职者要求太高了。因为我们喜爱，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要知道他的简历上是从6月份才开始实习这个实习这产品经理的岗位。对，实际上他就因为从他的表述来讲的话，在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上的要求他是不具备的，他是一个新人。对，所以他给自己提出的这个职位
有点过高，就和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有点过高。确实产品经理很多问题他都要思考，而且最重要的是沟通上下游之间的这些逻辑，把它凝聚到一个产品，这个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建议你一上来不要先标着这个产品经理。好，这个比较明确。来，余下的还在亮灯的所谓 boss， 我觉得基本上对小刘应该有个判断了。各位思考一下，请选择。好，恭喜刘以瑞。那接下来有请丁秀红、段东谈钱不伤感情。好，段总，您先告诉我，您准备给他什么样的职位，在哪工作？好，我给您的职位是产品专员的角色，因为产品经理在我们公司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会对产品的整个从规划到设计到整个产出，都会负责，对他的整个生命周期负责，所以他是一个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个职位，所以我给您的职位是产品专员，而不是产品经理。工作地点，北京。好，请揭晓你准备给小刘的月薪。丁总，准备什么样的职位，在哪工作？好，大哥的手机给你提供的同样也是产品专员的角色，你的主要工作将是为我们的基于安卓上深度定制的可乐 UI 做一些产品规划方面的工作。好，请揭晓你准备给小刘的月薪。好，段总，您不用紧张，您不知道您的对手开出的月薪，您猜猜他开的是多少？您愿意看一眼吗？他开的是5000+，您开的是6000+，所以现在的价格竞争又是，我觉得价格其实不是问题。刚才我们很多人其实对应届生，我刚才讲过了，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讲，要的是成长的环境。我认为到一个公司，到一个创业公司来，你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可以让你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你说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数不会再变了，不会再加了，是吧？如果你增多了产品经理，大哥的手机能给你的是什么？给你的远远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薪水多少？行业里面好的产品经理肯定是国外，行业里面的产品经理是非常高的。对，然后我们还加上你的期权等等等等。五八同城可能你用过，我们的产品呢，经理呢，这个角色是从产品专员、产品经理，再到业务线的这个总监，所以说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所以呢。我觉得薪酬不是问题，我觉得不管是5000也好6000也好，不是你选择工作的进入职场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而在于说你选择创业公司还是进入一个有非常很好平台的公司。我觉得两位现在保持安静30秒，让涂磊给他一点最后的建议。我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你采不采用是你的事儿，我只说我的想法。我不懂你们所说的产品，但我个人觉得你的个人比较内敛，其实你内心有很多话你是不愿意轻易说出的。其实我觉得你这种往往有特殊的才能和想象空间，你比较适合那种创业型的这种企业当中去，而不适合一个成熟的企业。好，来吧小刘，给你15秒钟时间思考一下，然后做出最后的选择，请准备。来，你告诉我们你最后的选择，大可乐还是五八同城？我选择五八同城。应聘成功者将获得由中国梦秘书团提供的职场新生涯的梦想助力基金。